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前阵子 ECFA 双音辩论会吵得沸沸扬扬，今天国光帮也要秉着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透过六位口才一流、辩才无碍的艺人们，将要告诉你们，艺人买东西不能杀价，到底是有理还是无理啦？辩论会常胜军马希平，别人杀价我得利曾阳晴，杀价是女人的兴趣向雨杰，支持正方变反方丁小晴，通告费不准杀价沈玉玲，省小钱才能当富翁咬咬，唇枪舌战变真理，硬凹强辩豁出去啦。欢迎收看国光帮帮忙，我是毛人。哈布哎，我全文，大家晚，大家好，我是助理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助理若维。若维几腰啊？十二。低腰24。24，低腰24。对。高腰13。22。23吧，我不知道哎。那再高腰嘞？我都穿低腰啊，我没有。再高腰是多少？低胸多？我怎么？再高不是32低耶。好，今天聊什么？各位，今天国光版超级版辩论赛现在开始。脏话，讲脏话，男人不是你听我解释，知道了啦。今天有文人来，我们要讲脏话呀，不要闹。不是，我是说超级版。对吧？超级版辩论赛正式开始。讲过了，超级版，超级版不行的，超级版是不是？辩论什么？艺人买东西该不该打折？杀价啦！啊，杀价，杀价，杀价打折一样。你觉得呢？啊，我觉得要看东西耶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打折，打折是店方自发性。是杀价是我们艺人主动求性。对对对，不一样，所以应该是杀价。对。对不对？但我觉得是要看东西，看什么东西？譬如说衣服，看东西还是东西给我看一下。譬如说衣服，你看我们那个艺人的需求量大，对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这个上很多节目都穿一套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需求量大的话，自然对不对？杀个价 OK 啦，然后店家愿意给个方便的话，好。那我们今天辩论就是艺人该不该杀价，对不对？来了很多来宾，三位美女。三位帅哥是，对不对？其中有两位是厉害哦，文人啊，文人，文人中的文人，有一个是怪人啊。我以为你要讲两位文人是我分析平胸。你误会，你误会，真的误会。一个团体中总是会有一些怪人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怪人也是很重要。首先要请教怪人，怪人你觉得应不应该艺人应不应该杀价？我认为是尽量不要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一个社会这个。一个财富哈，大家彼此的一种流通嘛，就是说，老实讲哦，大部分的艺人跟其他行业比起来哈，赚钱容易一点呐。对，那人家那些摊贩，他们摆一天摊，赚不到两三千块。真的。对啊，那有时候呢，就是比方说，我看到很多艺人哦，去士林夜市，一件 T 恤卖190，其实谁不晓得那个根本就是可以150，可以杀成150，100%，你刚讲150一定会卖你的。对。那你就给人家多赚那40块会死啊！真的，就是不要去跟人家计较说，哎，150啊，人家谁都买150，为什么你要卖190？就不要再跟他浪费这种力气了。就给他190，甚至你就给他200。对，有需要这样吗？这是上酒店的行为。有需要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去酒店你画不画单？我真的从不画单哦，那就 OK。从不画单原因是我从来没有买过单，不会，都是人家请的啦。所以说你觉得不应该？对，就是还有因为一般民众认为说啊，艺人支出比较收入比较好一点，好，那如果不是金额很庞大的情况之下呢，多花一点钱，然后赢得一个好名声。好，那你讲的是士林夜市啊，万一他尤其女孩子一件洋装，就上万元，对不对？那一种还是要看地方了。对，然后让人家叮当店，精品店就很难去杀价了。对不对？它有固定的折扣。对。但是像五分埔的话又不一样。那就一定要杀。一定要杀。你认为一定要杀价？我基本上能杀就杀。你现在到底叫什么？钱钱钱！你这里有向前走的错，你是觉得该杀就杀？我觉得能杀就杀，但是还是回归到一句基本，就是看状况。你会杀价？
我跟你讲，我的杀是很表面的啦，就是意思意思倒就好了。因为就像玉哥，对，你们两个不要装作傻。白酒。你会杀价，你要装一下。不是，因为我买东西。不是，因为他从来不会让我去买东西。我买东西不杀价的。他不杀价。你杀价是杀表面的，为什么？我所谓表面就是说，我还在杀一下去过瘾一下，表示我有杀到价。其实我根本不会真杀得很狠。有时候是那个成就感。比如说190，我也知道，其实150就可以成交，我就直接说那就是150喽。他说，哎，好，150。他也不含扣，马上说150。其实他把那个钱已经加回去了，你怎么可以不要杀？但是你说买很多名牌的东西，你这更不用想啦。哎，可是好像你们女孩子买鞋不太杀价的，对不对？鞋子不能杀，为什么？禁忌。因为不是啊，鞋杀了我危险。真的吗？没错。但是衣服一定会。配件首饰基本上都像我们的那个用量很大，对，我们这种首饰啊，你不可能都是买有牌子的嘛，你是买路边摊无分铺的、啊，这个就一定要杀、啊。是、接下来厉害，台湾最具权威性的男人，是讲话最有权威的马西平马大哥。没有任何人能挡他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啊。如果这个文人上节目，他也会带我们的整个装档。对，像那种烂东西就是空手来。马大哥，你觉得呢？我跟你讲，最难杀的是自己人卖东西啊。对，像比如最简单，孙鹏是孙鹏本来给我妹夫买 BMW 机车。你不要这样说。好，你跟我妹夫兄弟，你今天跟我妹夫买机车，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杀？自己人。会还是会，没有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是，自己人很难杀了，不是，自己人杀法就是说，哎，您给我多少就多少，对，就一句话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脸皮薄，我从来不杀价，但是不杀价也有好处的。我有一次买个东西，问他说多少钱，他讲个价钱，我就掏腰包，他一看我怎么开始掏钱了，他说，马先生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报的是原价，但是我是你的粉丝，其实我偷偷给你打7折，不给别人讲哈，因为。他没想到我不杀价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好意思，还说他是我粉丝，偷偷给我打7折。好，我就知道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买个东西，他出来以后我不杀价，我就要掏钱给他，他傻住了。他说你没有儿子啊？我说有。他这个儿子又好，我这个送你。你没有女儿？我说有。他说女儿。结果我太太叫我买一个东西，倒算就我带了4个东西回来，我说儿子这你的，女儿这你的，老婆这你的，这是我帮你买的，所以你不杀价，他有时候自己对他故意心虚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得是文人的样子，你长得很凶的那个样子，他就不会觉得你是在掏钱的。不过你说什么？多少钱？长相也有关系，好吧，马哥。一般正常人杀不杀价？一般正常杀都杀价，都杀。一般正常杀价，对不对？所以艺人绝对不能杀价，因为艺人异于常人嘛。正常人杀价是亏，异于常人杀价没场面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是丁小，丁小琴不一样，丁小琴自己本身有开个店，那你觉得一不应该杀价？我觉得一定要杀价。那别人到你店里杀价呢？因为其实我自己，所以你也是奸商，你会把价钱先提高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刚才因为在台湾，因为台湾人很爱杀价，所以一般的老板都会把杀价那个利润会放在里面，是一定会的。可是刚才我要讲到要看场合，比如说在百货公司哦，我先讲一般，比如说五分埔好了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成本价，我自己很清楚。可是如果我觉得那个成本价跟市价差太多的话，我不会讲说那算我便宜，因为我不好意思，我艺人嘛，我会说啊这个材质啊其实是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把那个就是材质讲给他听，然后他就有点心虚。我觉得这应该在内地的吧，应该是什么内地或者韩国货。我们就会讲很专业的部分，然后自然就会减价了，就说那我算你个7折好了，丁小姐这样。可是如果今天到了百货公司的话呢，因为真的没办法杀价，可是我会问他说，那你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折扣，或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？那一般他就会说啊，没有啊，因为就是除非你有什么联名卡。可是我就啊，我说我没带联名卡，好想办，可是我今天来不及办。然后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作用，不是让他们知道我很喜欢他的东西。今天有一个活动了，不准杀价的活动。马西平，中国杀很大，讨价还价一折起，好大的咕咕钟哦，那个会咕咕咕咕咕。
台包吧，这个要不要买？我多少钱？我100块，100块人民币啊！哇，这个我要。真老师，哎，真老，我从来不买东西，真老。我认为应该要杀价，是。那刚刚有讲了嘛，台湾这种是无奸不商，所以商一定奸。通常他们会预留那个让你杀价的空间。对，一般来说是这样。可是我认为要杀价，可是我不会杀价。啊？是指我就是说我根本杀不下手，脸皮薄啊。对，我很容易被人家说服。人家只要说啊，那没有关系，我这个我要。这样是这2000，但是我觉得你文人，2000就明白在大陆哈，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文人嘛，就是那个字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买字画。我们在那个黄冈啊，苏东坡他在那个地方曾经被贬了2年啊，然后他写字。苏东坡在做什么？那边三个无知的到旁边去啊。他被贬官贬到那。哎，我们讲你文人也是客气好不好？你要这个文人，他就是文人。你出去，不要生气。好，流氓，真的。哎，那个是谁啊？他的赤壁赋在那个地方，对，赤壁赋在那里，所以他们把它刻在那个板子上。那他们有拓印的，然后裱得非常漂亮。他一开价是200块人民币，那我想200块人民币乘一乘也就差不多1000块以内嘛，差不多。那我觉得 OK 啊，因为我的研究室要挂，我有研究室啊，我是文人啊，是。我觉得 OK 啊，我真要掏钱了，我们那个主任马上按住我说，就要倒妈的。他说这个至少60块起跳，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说这个东西他是日本人，不是他的身家，不是我是说，就他妈的，叫你就他妈的，他是内地人还是台湾人？不是，就是我们同行的，我们的同事，就说等一下，这个你一定是3折起跳，你怎么可能要付钱？3折，然后我就不敢讲话了，我就让他出头，我不会杀价，结果杀到60。对，他认为应该从60，然后再跟他包点。而且是扮白脸，就是你派那个人是帮你杀价的。哎，有时候会这样。对，情况好杀，然后就派一个人是帮忙代表。没错，我一定要。还有形象吗？对，那个文人。哎，怎么？我以为你要换一下。那你遇到那种不会这样的店，应该很爽吧？对，不会这样，其实我觉得就简单干脆，简单干脆。那个我也不要用动脑筋。我看我的同事哦，跟他玩心理战，知道吧？一下子就说，哎，要这个东西啊，又要多要几样哦，多要几样，他可以打到什么折？可是其他几样他不要，他只要这一样。我觉得那种杀价，他一定要有心理战，像他刚刚那样，他就很厉害。哎，这个材质怎样？材质怎样？这样子摸。对，而且摸材质，这个材质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这还卖这个价钱，奸商，真是。我觉得这种人就很厉害哦，可是我不会。OK， 然后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？我知道你们在讲杀价的事嘛。你会杀价吗？一定要杀。你会多少起跳？比如说100块，你会先杀到多少？100块的话，我大概跟他讲说可以卖我70嘛。七折，对，买一般的东西了。对，我买一般的东西，因为其他们一定可以打折。然后我要是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差不多大概7折左右，那他可能就会跟你就撸一下，以后他大概8折会给你。但其实我本来就8折，我也可以接受，但就故意再讲低一点点，这样让他们高兴。就你退一步，我进一步这样。对，这是心理。他们店家是往高的开，你是往低的走。对，然后后面其实他也是中间值，那其实我觉得我也赚到。有人跟你讲过说，哎，你是艺人，你干嘛杀价嘛？有人这样讲。所以这就重点来了，因为不是每个艺人都大红大紫。像我们这些你知道就是很小的那种，其实真的赚不了什么钱。对，然后上节目要衣服那些，所以衣服呢我脸皮比较厚，我都直接跟店家说，哎，你可以衣服借我上节目吗？你自己去借啊？我自己借。哇，对啊，我之前也是借来的。你来这一眼就非常。对啊。结论，我的衣服是有人送的嘞。是啊。是小老婆送的，服装公司送的，真的太 sponsor 了。怎么？因为你的形象是这样不一样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三个女生都是推崇杀价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杀过最高一次就是成绩是什么？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冬天，我就买了一个红色羊毛的毛衣，就是那种大外套。是。他给我开价开说人民币要600。我觉得太贵，但是真的很想要，然后就跟他一阵就是炉之后，他想说，那你说你要多少？我想说，我看这材料150，
他说你走你走，结果我一走你知道吗？他又追回来了，他又追回来了。我说小姐你等等，走。他说那400给你嘛，我就说我不要，结果我又再走，他后面就说好好150150，我就150买到一件你知道羊毛的外套，你知道我真的爽翻。对，600杀到150，哎，它差很多耶。当然，如果是四分之一，内地的东西常常这样，就是说你去买手表，它不是我们出关以后它有一盘吗？一盘摆十几只有没有？然后你那表都很漂亮 ，A 货嘛，你问他一只多少，他说一只200。好了，我们不杀价嘛，就买了。哎，等到我们绕一圈回来呢，他那一盘本来20几只，现在剩十几只，然后现在这样来来来。200，我说买过一只啊，都不是这一盘200，太多了，急了。我到上海去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招待我们，路上有人拿咕咕钟，好大的咕咕钟哦，那个会咕咕咕咕咕咕的报价，哎，好几百万，好几百万，对，他在路上刀说，哎，海包吧，这个要不要买？我多少钱？他说100块，我说100块人民币啊，哇，这个我要。就旁边的商运输馆，100块是听咕咕声一次，咕咕。旁边商运输馆那个陪同人员就说：“马总，你真的要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要。”他说：“好，10块。”10块，我说差太多了吧？那家说差太多了啦。他说：“马总，我们走。”我们一走，他回来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慢走，慢走。”他回过头来说：“真的10块吗？”他不是8块，因为你浪费我时间，你害我多讲几句话。他说：“啊，8块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8块，不行。”然后马总，我们走。他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回过头来，怎么样？他说：“8块加一点吧，现在6块了。你又害我浪费了时间，抢上话了。现在6块，你如果我走，你再叫我回来，就变4块，你自己想清楚。”好聪明，好强硬哦。6块钱买到。哎呀，6块钱呢！你那个朋友是开当铺的，厉害！那你不要乱叫我，我们去业内地10块，8块。你浪费我时间，给你2拳，我们被揍了。大陆买一定是对折先对折，我这观念是对折先杀嘛。是，我那时去买那个围巾，然后因为在那个襄阳市场，然后那个围巾。一拖拉布，各种颜色，几款颜色，很漂亮。我说哇，好漂亮！我就选了20条。我想说，我说多少钱？他说1条20块。你起个脖子，我说哇，对呀、啊，你知道把自己包成木乃伊。我回去可以瘦了，这么便宜才20块嘛。但我心想说20块，我先可以杀1条10块，我觉得一定可以嘛。我就说好，那我要买20条。他就很高兴哦，那一条颜色，你挑颜色。我跳了几条之后，我说那1条10块。他就说不行啊，差太多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拜托，你们这个成本才多少钱？你不要糊弄我。我说不可能，一定10块可以。然后他就死不给我。他说加点加一点。然后我说我不加，然后我就要走了。然后这把我拉回来，他说好了，10块，但是你要买20条。我说就是刚那20条我就买啦。买回去之后给我朋友看，我说你看 ，Pashmina 的一条10块钱而已耶。他真的讲哪一家店？我就给他名片，他跟着他去买哦。然后他也是要买20条，他也挑了20个颜色，然后他就说5块钱一条。他只要5块钱一条哦。老板就说你差太多了，5块钱，不行。然后他说那算了，他就走了。好了，你回来吧。对呀，两次在那边，你在那边待多久了？对呀，我在上海我住了1个月。然后，而且5块钱成交一条，哎，差不多哎，10块钱一条。你再掉下去，雪雪，你送我，送我，不送我走了。这个确定会被锤，这绝对会被锤。OK， 神经病，真的奇妙的送我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辩论，请问有参加过辩论比赛或参加过辩论社，请举手。啊，可不可以先不要举？我等一下辩论就很尴尬。那哥没有，你没有。我的个性啊，你不是我喜欢跟人家起冲突。我对于辩论这件事情非常不在行。是，那你今天来是？我是准备要来这边输的。所以都没有压力。那你们4位都参加过辩论？我高中就参加过了。下一位，你参加过辩论社？国中的时候就有辩论比赛啦。你得第几名？我们那队是第一名啊。哎呦，什么题目是什么？就是学生到底应该穿制服上学。哦，哎，那你绝对不应该。我们那个是一定不应该的嘛？不应该，不应该穿制服。我参加很多辩论赛，应该是那大概都是个人第一名。个人哇。
我们你都输。我要讲总决赛，总决赛的题目叫做自由重于道德，还道德重于自由？是哦，就我临场抽，是我一抽他骂我，因为我抽了自由重于道德。哎呦，在三十几年前，是你要说自由重于道德，多难变啊！真的，这个题目只有孙鹏可以变啊！自由重于道德啊，新鹏哪有什么道德啊？不要讲我，对不对？我是道德重于自由，但有时候自由重于道德。好吧，有时候看事情，你还看年纪？对，怎么？哎呀，西门丁六号出口就是我吗？马西平刷横辩论，反方吓到慌了手脚。正方啊，坚决认为要尊重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。是是，对啊，杀价就跟钞票。自由重于道德，是。结果那三十年前戒严，大家都在讲说孔子啊、孟子啊、国父啊、孙中山啊，反正讲了一大堆，下面两千多人全部睡着了。等到我到做结辩的时候，我蹦起来把桌子一拍，全部都醒了。这疯子干什么？我第二件事情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把眼镜拿下来，对着评审委员，叭的砸过去，就砸到评审委员这个地方。哎，哇塞！全场愣住，这个学生在干什么？是，我说。我是个深度近视眼的人，我现在失去了我的眼镜，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我失去了我视觉的自由。这时候你告诉我不要去偷窥，不要去偷看，不要非礼勿视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我根本看不到。你一定要先还我视觉上的自由，是，再告诉我这些非礼勿视的道德才有意义。所以自由是先于道德，自由重于道德的。哇，连评审老师都有人看。请问一下，拍手包括那个被砸的？没有。砸去医院。这种还有病吗？这么厉害，你们拉手，你们拉一起来的。没有，我们再问一个，丁小晴，你参加过？我头发是应该黄色的。不是发禁的问题，就该不该有发禁学校？可是我自己本身当支持是不要有发禁，可是刚好好死不死呢，我就抽到就是要有发禁的那一个，所以要叛徒。啊？对，你是你朋友的叛徒啊。也没有了，反正大家就是要很难变，然后因为是前面上去是这个头发嘛，几句我很强嘛，然后到后第三、第四句，我觉得哇，对方讲的就对，然后觉得哇，对你讲明明就是对，然后就完全被说服了，然后整个很弱到完全也没话讲，词穷了这样，然后最后第一轮就被淘汰。对，你对对。我想定你下去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就来进行国光帮超级辩论赛啦！除了六位艺人辩论外，还有五位官申论，结辩时间为一分钟，时间结束前三十秒按铃一声，最后十秒按铃两声，按铃三声，这表示时间终止，结束辩论。两队分别由马西平与曾阳晴抽签决定辩论正反方以及所属队员，最后由马西平与向宇杰遥遥代表的正方对抗以曾阳晴、沈玉玲与丁小晴组成的反方，就艺人该不该杀价为主题来进行辩论啦。好。现在已经分两边了啊，正方、反方。现在呢，我们给正方、反方各三分钟时间讨论谁是第一棒、第二棒、第三棒啊。然后呢，你们要怎么样这个一个发展的方向？三十秒的时候我们会，剩下十秒的时候我会，然后剩下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会。如果还不听劝告，就直接扎过去，好不好？丁。来，双方请准备，好不好呗？可是我个人认为，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管你要不要杀价，但是杀价这个事情是一个人权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是艺人啊，我是人啊。哪位？你还没开始，你讲什么？代表什么立场？我问一下各位，有没有什么国家不杀价的买东西？对，没有吧？没有。全世界没有。日本不能杀价，连路边摊都不能吗？日本没有路边摊，是吗？好，连夜市都不能吗？日本没有夜市，去日本你不会杀价。日本是不杀价，日本就知道不能杀价。就跟你这个日本去的很少，请不要。日本晚上只有那个卖拉面的摊位。对，没有人吃拉面杀价，没有吗？没有。好，介绍客人就让你来讲。discount 好吧？只有日本介绍客人不能杀价。对，是。好，人就会越来越多。哎呦，其实正方真的在讨论哦。其实双方在讨论。双方在讨论。不是，大家在讨论。哎，你丁小晴在聊天。可怕的是那个马大哥，马大哥一直在逼我们这边说，你等下干掉他。好可怕！
不要太掉脸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大家双方准备好没有？来，哎，到底谁先？谁是正方先还是反方先？正方先嘛。好，来，预备，正方，请开始第一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正方啊，坚决认为要尊重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。是是是，对啊，杀价就跟钞票。什么因为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要这个？杀价就要有这种气势，是你要把杀价气势先摆出来。是，杀价最跟谁最有关系？孙中山呐、啊，钞票上的孙中山，我们尊重国父。对，我们尊重这个经济发展。开玩笑，我今天只问一个问题。两个人在讲。我跟你讲，哪个你要冷静啊？你不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人家不让你去了。我跟你讲。孙中山只有100块。我现在只问一，我先只问一个问题，他们要等到先回答。这三位艺人，通告费没讲过价的。时间还剩10秒钟。不能乱算了。只剩10秒了。对。话说完剩5秒。4、3、2、1。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了。好的，回答。预备，预备，起。请回答。你去 7-Eleven， 你会不会杀价啊？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啊，要不要杀价，其实是不能讲。对对，对不对？你有你的通告费有杀价？我没有杀过价。对啊，我们都没有杀价。没涨过价。对，也没涨过价。没有杀过别人。我从我捡到现在都是6万，我都没涨。是吗？这期听到了啊，请小心。话说完，还剩30秒。继续，不是你们都不讲放弃呀，放弃呀，不是还是一遍了，一遍讲啊，还是一遍，一遍是他，一遍是他。逼人，正方竟无力招架。我记得以前我在中孝东路摆地摊的时候，曾经来了一位港星，叫做戚美珍。好，当时当我说，哎，小弟弟一件多少钱？我说200，帮我包10件。那我就含着眼泪把10件包给他。我刚刚那个马兄讲了不？话说完还剩30秒，继续。不是你们都不讲，放弃呀，放弃呀，不是还是一遍了，还是一遍讲啊，还是一遍是他，一遍是他。我觉得杀价会打乱市场，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在做像服装的那个就是工作嘛，我发现到说其实杀价的话，其实不管怎么样，那个利润呢，不管你有加没加，其实我觉得市场整个会打乱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客人的话，或是你自己身为是就是购买者的话，应该不能做杀价动作，要想整个市场会被打乱。好，我觉得是完全不对的，因为第一，为什么这样认为呢？你买家卖家一定要先有一个空间 mark up 上去。因为把利润先留好，对不对？然后让我们这个买家呢，可以去杀价。为什么？杀了之后，你很阿萨的跟我说 ，OK， 好了，小姐，那我今天便宜卖给你啦。哇，心情多好，马上回去介绍一堆的三姑六婆来给你买东西。你是不是赚其他更多的生意？再来，是不是促进更多经济发展？哦，还有30秒，就不讲了，就这样子，不讲了。讲说你是老板，像10秒钟，你会把利润先加上去。你刚刚也说过了，所以你怎么可以说有没有这个空间都是会打乱市场？这是不对的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哦，这个这段厉害，一开始装专业，讲一大堆有点听不太懂。很快就讲完了，而且很难得有这个就是辩论来了。还有3秒。好，来反方，准备好了，2遍，预备，开始，当然了。
为人处事斤斤计较、称斤论两是应该的，那就是一般人，那是市井小民。可是今天我们题目是艺人，艺人赚钱，老实讲比一般人容易得多、快得多。所以呢，基于说回馈社会，好，那爱护乡亲的立场呢，对，有时候。不要去斤斤计较，多付出一点没关系，差一点杀价会浪费很多时间。各位，时间是拿来修身养性，时间是拿来琴棋书画，时间不是拿来做那种没意义的讨价还价的动作。还有三十秒，透过讨价还价呢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，破坏了族群的融合。我们应该是说，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展现自己的大方慷慨。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够大方慷慨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大同，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最极致的目标。哇，还有一个艺人的面子问题，艺人呢？十秒钟。佛要金装，人要假装，再怎么样，我们也是阿拉巴巴的富家，那你要觉得我们阿拉里，谢谢。马刚都不高兴，真的不信，不是出杀气耶？怎么样？搞了省级情节，这个有点。族群融合，族群融合，没关系，我们姓马，最怕的就是省族。真名百家齐放，对对对，对方你们有没有竞赛？百无禁忌，没有禁忌，百无禁忌，好不好？马哥，现在放下，来，好没？三遍，正方三遍，哇塞，精彩了！决定喽，预备，三遍，预备，七。他说我们艺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但其实人之生而平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不用把我们艺人好像讲的就是跟一般人不叫不一样，因为其实艺人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比就是一般人还要多，就不管是说任何的时候，可能外在啊或什么受到的压力也比较大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艺人也是可以杀价的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刚刚樊芳说了一个很蠢的问题，他怎么会说去 Seven 会不会杀价？这是一个蠢问题啊！你何必讲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呢？我们要讲的是一般可以杀价的地方，不管是说服装店或是地摊货。而且刚才像小陈姐，她有讲过，她有讲说，还是十秒。他卖衣服的时候，他会自己把他的成本预留，代表你也默许杀价这件事情，是，所以才会预留成本，让他的价钱提高。时间，他有点担心，刚刚已经讲到快哭了。厉害，看到厉害了吗？很好，厉害，哇，这个厉害。结果马大哥稍微这样改造一下，改装过了 ，OK。马大哥调教过，陈大哥反方三遍。我来说一遍，形容到一个社会哈，很重要的是它不断的进步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像刚刚有讲的，日本，我们去日本去城，在台湾消费的时候，不断杀价，而且呢，我们要更大。你是讲相声啊？我们要更大。艺人他是公众人物，他接收了太多公众的资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已经三十秒捅出来了，没有有努力，但是不一定努力的多。外面那些工人，他们比你更努力，没错。五、四、三，所以不能杀价。所以裁判要记住他们的表现，好吗？对啊，要光笑。等一下问你们为什么投谁的话，你们要讲出原因，讲出道理，好不好？谁一定太好笑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结辩喽。结辩了。几分钟？结辩一分半。好，一分半不够吗？多一点。两分钟。好，开始吧。好，我干嘛要吵架环境啊？我今天会不会丢眼镜？是，不会。哎，丢过去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，又坏掉。没错，代表我为什么不会丢？因为我不是蠢蛋。是，我告诉你，艺人是公众人物，但艺人不是蠢蛋。我们这正方也不会提蠢问题，到时候一个你讲讲。对艺人而言，杀价是个成就。我现在还带了王菲耶，我带爆剧耶。王菲在今年到北京去偷偷戴面具买东西，就被狗仔偷拍到。是，我告诉你，他一看到1400块的台币的大衣，就他杀多少钱？367块。哇，你怎么知道？但是你住在现场，你是他的助理啊。这件大衣
反方不要讲话，讽刺对方。这件大衣王威会不会穿？是不会穿，他不会穿367块的。他为什么要讲爽？我告诉你，我最近跟一个朋友去讲价，他买一书旧书多少钱？100，他80，他80，100，80，100，然后吵不停。最后那个家伙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是名嘴，我让你了，80了。”他那我的朋友就掏出来100块，不要找了，给他100块，不要找了。为了爽，爽， okay. 因为我就成就感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有成就感的。我一直建议这个，我佩服你啊！我一直建议马英九 ，A Pack 派罗碧玲去，还是因为罗碧玲30秒爽，因为罗碧玲杀价又狠又快又准。我告诉你，罗碧玲去把老共杀价，这个又狠又快又准。我告诉你，艺人，谢谢你告诉我，还剩10秒钟，你们三位。只要跟我说，你们从来这边没杀过价，我们认输，不要评审来决定了。没错，你有杀过价、哦，不要在这边说蠢问题、蠢话，不要做蠢事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有些人自己爽了以后，让很多人受到伤害，是吧？反方结辩，预备，2分钟开始。今天非常感谢主办单位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坐在这里，让我分享，我认输了吗？拖时间，让我分享一段人生的故事。烂货，我也摆过地摊，我也卖过东西。我记得以前我在中交东路摆地摊的时候，曾经来了一位港星，叫做戚美珍。好，那时候我卖 T 恤一件200块，其实我就100我就可以卖掉的。当时他问我说：“哎，小弟弟一件多少钱？”我说200，帮我包10件。那我就含着眼泪把10件包给他，回到家里面，我想说，原来这个社会是有温暖的，于是我就，这个社会是有温情的，是的，我就暗中立了一个心愿，我以后呢一定要回馈社会啊，好，所以我就讲到说，艺人，当然，刚刚那个马兄讲了说不要当蠢蛋，但是如果当蠢蛋可以让社会更和谐，真的，宁可当蠢蛋。你过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所以说呢，固然说，当然我们去杀人家的价，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好处，没有错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牺牲一点好处，难道你们大家忘了吗？儿时父母亲教我们的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一点小亏，带给人家快乐，是，让人家回到家里面啊，你看那个摊贩背着一袋衣服回去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我遇到一个善心人士，他都没给我杀价耶。我们晚上做了功德了，我们晚上可以去吃一顿大餐了。哇！我觉得我们光想到这个情景，值得，这个画面是值得。好感动。如果今天我三餐不济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可是因为我们是艺人，刚刚讲的没有错，我没有说每个艺人都要这样。如果像你生活比较痛苦的，那没关系，你去杀你的价。但是我相信99%的艺人还剩10秒钟，应该都有那个能力，可以多付出50块，多付出100块。所以节目就是。”是，一定不能杀价。一，这是没有辩论的了哈。是，因为他刚刚讲了好多功德啦、心愿啊这些，我突然就想到了。唐朝有个玉林国师，哎，玉林国师在剧里面一直告诉大家说，要节省，要节省，因为他要宣扬节省，所以就把沈玉林送到21世纪。所以送到21世纪，所以玉林国师告诉我们要省，怎么省，就是。不要买贵的东西，要杀价。所以沈玉林才今天送到21世纪来，就做这个事情的。他还在辩论时间已经过了。哎呀，大家讲的是神话。好，在双方你来我往陈述后，现在将进行交叉质询，针对对方最弱的一环进行提问啦。双方还有哪些绝招呢？首先由正方进行质询啦。林小姐，是，请你在那边。摸着良心，你旁边是玉林国师，所以你一定要摸着良心，很诚恳的、真实的，当着观众告诉我们观众不说谎的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杀价的，我的店也绝对不准杀价的，我这辈子也从来不杀价，我手上的，我现在手上，我现在手上的带的这些东西，通通是没有杀价的。如果说你能够正确回答我这问题，我们后面就叫你说谎。好，
预备起，回答时间一分钟，预备，预备起。我觉得呢，辩论呢跟实际行为是要分开。我刚才有提到，刚才瑶瑶跟那个向云姐有聊到，讲说啊，就说也没有什么，我自己在做生意，是不是有抬高那个利润？其实我刚刚前面是讲说，有一些店家，我据我所知道做生意是这样，但是呢，我自己本身在做生意，其实这个成本不像大家想的这么的简单一件事情。可是呢，我是觉得不管在任何的成本上面呢。的服务费，你看到日本，你不可能杀价，因为他服务态度非常好，所以在这地方我们非常的有自信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，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。好，这就是我的良心话。承认讲假话，请正方有点帮助，请冷静。哎，正方你承认讲假话的，这还有什么辩论？五、四、三、谎言。二、一，时间到。OK， 那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说谎好暖。正方您承认讲假话。小琴说有尖锐会杀死人的问题要问他。我知道吗？耶，开始。瑶瑶，你妈蛮大的。好恶毒，我刚刚听他在讲。我觉得其实你们想说爱是要杀价要杀价，开始了吗？是，开始了。问题一分钟，开始了。好，我觉得你们刚才我问瑶瑶，刚刚你们觉得说要杀价要杀价，可是我觉得你们没有讲说真正杀价的意义是什么，你们只让我觉得就是一个爽字。我觉得这不能一个爽字，不能说因为你爽你就杀别人的价，那请问别人不是人吗？他没有父母养吗？对不对？你们想他家的背景？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自己的痛苦上。他很辛苦啊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就这个爽字？好 ，OK， 开始，请回答。你爽我不爽？对，那跟小琴姐讲，因为我自己本身。因为当艺人，其实我真的可能没有那么的，就是有钱，所以我自己呢，还有在网拍的生意，我自己会去后站批货，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的成本是多少。当我在东区的地摊，为什么明明一百多的东西，它可以卖到四五百，可是我去西门町的时候却是两三百呢？这我一看到，这完全是不合理啊！你不可以仗着说一个东西的成本那么低廉，你却以那么高的收益。拒绝做呆子。去杀你，而是我清楚的知道，真公平，真合理。剩十五秒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杀价是每个人可以选择去做的这个权利，只是打击奸商。裁判投票嘛，来，好不好？你们手上都有一个牌子啊，你赞成正方或反方的话，我们现在就立刻表态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那个这个非常开心啊，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胡说八道一场啊。我们虽然输了辩论，但是我们赢得了人生。对，是你跟谁？辩论会呢，请到这个马新平大哥。是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以后你上辩论？应该不会了，通告费能不能讲价一下？以后看到那个三位反方哦，不要给他杀价哦，他们是不杀价好不好？以坚定的态度，要记住哦，实际行为，各位商家，各位文武百业，他们是不杀价的，记清楚他们三个面孔。粉丝太漂亮，洋葱线连话都说不清楚啦。请问你了解我们的洋葱线？了解，就算我不了解，我妈也超了解。喂，哇妈妈！如果女生稍微高一点，你会排斥吗？我会有一点，你以前不是这样。哇！如果你看到女孩穿这样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在家里。由于是周五晚间11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。